现在我们还剩最后两位训练生没有公布，他们分别来自 AMG 摄影师的虞书欣。亚洲音乐集团刘雨欣。请上台。来了我们的双星。我怎么紧张了？刘雨欣。刘雨欣第一名，雨欣一共获得第二名，获得来自青春至尊投出的7,247,276点助力值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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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什么想说？录制顺位发表，也是最后一次站在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也是我们初评级的舞台。我还记得，我其实会有很多人又要离开，再过十几天。我们也会离开这个地方，这段青春你们愿意喜欢留着短发穿着短裤还有内向向谁证明，而是想让自己有更多的可能。从你们的信里面得到了很多鼓励和支持，我们一起做越来越好的自己，彼此陪伴，做彼此的伞，和你们一起努力真的很幸福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我是来自华策影视的虞书欣，感谢 Alan 老师还有 Johnny J 老师对我的表扬。然后我想说，从进入这个行业以来，觉得我很乐观活泼，甚至有一些疯疯癫癫的，就觉得我不能把事情做好。所以呢，我每一次都是在那些就是特别困难的角色。但是现在我来到了这个舞台，得到了这么多青春制作人们的信任。刘雨欣，等着姐姐，还有一次机会。我是来自佳慧传媒的训练生预言，还是要感谢我的浪，在我心里都是最棒的狮子，谢谢你们。我感觉大家看到我，我发现自己可能没有别人想象中的那么坚强，慢慢的就是我助理组哼了一声，我就说怎么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斯巴传媒的。之前我对自己也有个规划，但是在规划中就是唯独没有搞怪活泼，也没有双马尾，在自己心中的最好。之前坤制作人在上次排名时候跟我说过，说希望这个排名将给我压力，也是我的动力。将然同学获得